对吧？哦对，安美二百二十和五十赫兹一样的，那就能用。六十赫兹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重新定做。应该都可以了，试一下啊。哦呦。这样的话，它的那个盖上一定会坏。因为你这个玻璃摔坏了，摔坏了的话，你就要慢慢抠了。Everyone become broken. Yeah. Don't worry about the changing the glass. 你这种的话就要慢慢。This one broken. No. 敲它。No. 用那个敲。他说你弄的时候会不会伤害这个叶子？可以了，可以插头的话它自己放了那个了，这个应该都可以了。这个应该都有点久了。这个应该都有点久了。这个应该都有点久了。看见没有，用这种啊，这个咔咔有个把轻轻的一敲就没，这里还有一块，这个不行啊。好，用这种。动作要快，你动久了过后液晶它都会开的，像这种的液晶的话它就。你们有没有做过实验？就是说这个液晶是多少度啊？低温多少度会破一些？不是，我说测试，就是说这个液晶是低温多少度会有液晶？胶是吧？喂。那个叫湿的，像这种的话，你这个就坏掉了。坏掉的时候一动了过后，用个塑料板这样来搞。动了过后，在这个塑料上一敲。你要用手去搬就搬不了，搬的话液晶会坏的。But it's good if you have 5-10, you can put it open. How much for this one? Not much. That's a little bit of a cut. My PX model is going to sell it. I'm sorry for school. Yes, I'm sorry for school. Wait.哎，有啊，现在开始下单了，稍等两天啊。先别猛动它，动的差不多了，不能这种就不能搬了，碎屏，碎屏的话就要搞一个这种塑料板，这样的话我在这个上面看一下。看见没有？哎，有拍照的，看见没有？就这样过敲它了。碎屏的话就不能这样去掰，你先一掰的话，它这个屏就掰坏了。你在那个塑料上轻轻一敲，它就掉了。这种的话就是只能在那个上面一敲呢。这个上面有一层胶的，有层胶的话也可以用手撕的。
这个是第一代，有二代的。你最新款的是哪个？二代的嘛。我知道。30分钟。30分钟，一热30分钟吗？从常温。其他的一样不一样？就是启动要30分钟是吧？从常温到这个需要的温度30分钟，这种要50分钟。这个要50，那他们到30分钟吧，30分钟啊，这是一代，那就是那个价格是一样的。